赵龙，恩老师，好，我们今天上什么课？啦，地球布丁。那我们来教大家做气球布丁哦。最小的三寸的就好了，如果太大颗，到时候搓会搓不破。尽量买台湾制的天然乳胶。我把你绑起来了。不要，我还要。首先准备个量杯，好凉哦。不是那个量，是测量的量。然后准备了一罐鲜奶，我们要先加鲜奶300cc， 300ml， 所以你要加到这条线。好，给你加。好，300到了吗？好了，喷出来了。接着呢，我们要加入鲜奶油。然后鲜奶油是100ml，连牛奶是单，鲜奶油是一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倒多少的鲜奶油？100ml。对，加入100ml的鲜奶油。好了，准备20克的砂糖，20克哦。4片一粒一片，放到水里泡软。我们要来煮布丁的鸭肉砂糖，在鸭肉泡软的几粒一片。好宝宝不能自己开瓦斯哦，要请大人帮忙。把材料放凉，再过滤一次，布丁就可以装保特瓶喽。要把每个气球煮几个很干净很干净哦。接着准备一个保特瓶，布丁放到保特瓶里面。接下来就是做气球布丁的重点了。台湾制的气球其实弹力蛮好的，一定要确认都有套好。好可怕哦，不敢看。做好了气球，晾成纸里面，记得装水进去哦。那你有那个外面里，冷藏当个饺子。我们要下课了。喜欢恩恩记得按订阅恩恩老师哦，大家拜拜。如果大家想看我们做更多甜点，你可以订阅我们，我们就会做更多甜点哦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做的气球布丁，好吃吗？